三妹，你等着我，这回我去闯三江走四周，我会把那儿的歌都带回来，和你对上几天几夜。好。敬酒。Thank you.
老爷怎么了？老爷，你想毒死我呀？老爷说什么呢？老爷，你是刘三姐。老爷，你是说什么？刘三姐，老爷，鬼，岳父，老爷，是鬼。老爷，是鬼呀！我是管家呀！我是管家，鬼呀！我是管家，老爷，岳父，我是管家，鬼，是鬼。老爷，是他是大管家，老爷，我是管家，老爷，鬼，老爷，岳父，老爷，爹呀，岳父，老爷升天了。大少爷，小的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什么话呀？按规矩，孝子应在灵牌前地上铺席守灵一个月。哦，要这么长时间？还有，夫妻绝对不能同房。这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没有带大少奶奶回来呀。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。还有什么事吗？小人日前听州府派来的官差说，要我们土司衙门交上碎银10000两。什么？不是说赛龙州得头名的寨子，可以免收一些碎银吗？人家说，这是减免过后才上缴10000两，要是不减免，得上缴碎银12000两。哦，明年的碎银为什么要现在交呢？你没听说过，今年春天看马拐成黑色，成黑色就说明明年要大旱呢。如果是大旱，那碎银交不上，那朝廷不拿他州府问罪吗？那以往碎银都是如何办的？这以往都是我们土司衙门派人到下面各寨去收租代收捐。只是这一次要的多，就是每户收10两，才能收上8000两，剩下那2000两，就得我们莫府补了。什么时间要啊？听押解碎银的官差说，3日后起撤，务必把这碎银押解到州府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小的看连日来大少爷心情不好，没敢相告。这州官和我哪有一点翁婿之情啊？也罢，既然我不能抗你，那就让刘三姐去抗吧。这就怪了。不是说今年龙舟比赛头名要减免碎银吗？怎么这大少爷一来不但没有减，反而比去年收的更多了。今年的还没过去呢，就要收明年的税了。这是他们墨家大公子说的，说今年的碎银是州官来追讨的，不是他墨府的意思。哼，他墨府的心肠什么时候这么好过？这肯定又是墨家搞的鬼。我明白，这个碎银嘛，是州官让墨家追收的。可是他们墨家呢，
不敢抗，就推出我们来抗。这收上来呢，他们有功；要是收不上来呢，就定咱们的罪。这个莫世英，比他老爹的心还黑，那我们就非交不可了。不，如果我们这样交了，岂不正中了莫府的诡计吗？那该怎么办呢？就是啊，他莫府不是让我们抗吗？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。假戏真做，假戏真做。对，我们抗的不仅是碎银，连莫府的年租也一起抗了。对，我们不交了。对，不交了。我们连年租也一起抗了。走，对，我们到各寨去，唱山歌，告诉大家，一起抗明年的碎银。对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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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我们都去。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陛下，快走，就是。各家各户百姓听着，土司衙门有令，限三日内每户交碎银十两，另交莫府年租十两，不得有误。各家各户百姓听着，土司衙门有令，限三日内朝敬碎银与谋反同罪，这回你刘三姐是定死无疑了。管家，这一次是谁领的头啊？听说还是那个刘三姐。大哥，为了一个刘三姐，你可真是煞费苦心，不惜把州官都得罪了。谁说他刘三姐不能帮我？听，这不正是他刘三姐在帮我吗？只怕事情闹大了，大哥自己倒不好收场了。越大越好。怕就是闹不大，这样下去，那州官怎肯善罢甘休？我莫府就要跟着麻烦了。贪婪强征水淹，爱心欲哭眼无泪眼，大家凝成一股声，不怕官府把命摧毁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深更半夜的还跟着那个刘三姐唱歌？这刘三姐可真是了得。这下你可知道了吧？那刘三姐的歌可比莫府的锣厉害多了。这不是在谋反吗？为何不请州府火速派兵？不用请，
州府自然会派兵来镇压的。正要借刘三姐去顶一顶那贪官，看那贪官能把刘三姐怎么样。只怕贪官顶了，这寨中百姓的心性倒是压不住了。曙光，罗四嫂，曙光，不好了，寨子都被围住了，说是让我们交出传歌抗捐、聚众闹事的人，还说要拿到州府去呈办呢。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三妹子，你赶快走吧。他们有兵，咱们有人，我们跟他们拼了。对，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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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被他们围住了，就像锅里的菜。怎么翻怎么炒都行啊。也是抓我没那么容易。锦妹，你忘了有一条路是他们没法围上的。哎，山洞。哎，对了，三姐可以去那儿去避避风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，三姐呀，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别犹豫了，快走吧，走吧，好，快去吧。刘三姐，快点。你上哪儿去啊？这么多兵围着你，你跑也跑不出去呀、啊！我们家大公子，请你到莫府避一避。你们大少爷心肠真好，三姐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连累你们大少爷了。哎，三姐，哎，别走啊！不连累大少爷了，可你这么一走，乡亲们不就受连累了吗？哎，大少爷来了！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快点！这是怪物，你快点！总兵大人，几个寨子都已经围住了，要不要下去搜？搜什么搜啊？老百姓有银子吗？今年有明年的，只有莫府有。走，走。依我看呐，大少爷，州衙的总兵让你马上去见他。啊，让我去见他？是啊，小人看他气色不好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呐。总兵大人，州衙劳师动众，不远百里来到我这土司衙门，怕是小题大做了吧？嗯，小题大做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。而这刘河寨又正是你莫土司的辖地，如果鄙人此来抓不到带头闹事的人，
你说我该怎样向周雅老爷回复啊？那是你总兵的事，与我土司衙门何关呢？那刘和寨的碎银可是由你莫土司来收，你莫府不能把碎银如数上交，上面怪罪下来可就不是我总兵的事了啊。莫图斯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三天之内就来莫府取碎银了。别！总兵大人，总兵大人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啊！总兵大人，这回牵头闹事的就是刘三姐儿，您看是不是把他抓起来，再定他个罪，这今后啊，就再也没有人敢闹事儿了。这没有人闹事了，这碎银不就好收了吗？啊，那你们就去抓吧。我不知道什么刘三姐、刘四姐，这是你们土司衙门所辖之地。我再去抓，那不是小题大做了吗？三姐，锦妹啊！哎呀，三姐，糟了！我刚从外面回来，寨头寨尾都有官兵把守，鲁伯洞你是去不成了。没关系，大不了把我抓起来带走。三姐，天牛哥有消息吗？啊，二哥他们怎么样了？二哥就是挺担心的，后来我告诉他你在这儿，他也就放心了。哎，三姐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哎，路上小心点啊。他们是来者不善呢，如果不弄出个子午卯酉来，看来是不行了。依你之见，真要我莫府拿出银子来不成？那哪能啊。那依你之见该怎么办呢？什么事把你们急成这样啊？哎呀，我的好妹妹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来这儿打岔？哼，我早说了，贪官顶不住，百姓呢你们又压不了，依我看呢，把那个刘三姐一绑往州衙门一送，我看他呀那歌也唱到头了。谈何容易啊，那刘三姐早都跑到陆伯洞去了。哼，不可能。大少爷，你没看见那官兵至今没撤吗？那刘三姐就是插上翅膀他也飞不出刘和寨呀。何不趁官兵没撤之前抓住刘三姐，也好像官府交差呀。赶快把家丁都给我找来，谁能抓住刘三姐我有重赏。小人这就去办。哎，我说这三辈仔图的是啥呀？这可好，抗碎银，抗碎银，抗来抗去，别人都没事了，人家指名道姓来抓他，哼！
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说你别老唠里唠叨好不好？那三妹仔是我从小把他养大的，我不比你急呀、啊。哼，你急你急，你急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我知道，一提你妹妹，你就不愿意听。哎，你妹妹好，那你怎么不跟她过去啊？啊？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你这没良心的！我说的不是人话，啊！你这个大男人，你怎么不拿个主意啊？二嫂，哎，大哥二嫂，你们回来了啊？三妹有消息吗？啊，三姐没事，让我先回来说一声，省得你们不放心。那，她吃的用的都有吗？嗯啊，这不，乡亲们都给预备齐了。哎呦，你看乡亲们这，我这儿也给她准备着菜呢。哎呀，你那个也叫菜？那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对，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等大兵一撤他就回来。啊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先去了。哎，等等等等啊，把这个给三妹带去啊。哎，你们路上可要小心呢。嗯，好。二哥二嫂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二哥二嫂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小心点啊！路上小心。三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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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给你送饭来了。三姐，三姐。哎，哎呀，三姐哪儿去了？她刚才还在这儿呢。三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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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，快把她抬到地牢里去！哎哎，还往牢里抬什么？连夜送走，免得生变。哎。走山路还是走水路啊？走山路，到了下涧河上船。好，我可告诉你们，谁要是走漏了风声，我就要他的脑袋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快点！哎呀，快点！你们说，这到底是谁干的呢？这肯定是莫三宗那条老狗。那天官兵来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他盯上三姐了。那个山洞肯定是他发现的。我看啊，这是要出事儿了呀。干脆把七哥叫来，让他跟你们一起到幕府去找，好吗？哎，这事儿啊，要真是把三姐弄到州官那儿去啊，那是凶多吉少啊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办法。是啊。哎，有人。快点看看！哎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打开看看。走走。什么呀？马上去下涧河劫。嗯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嗨，这还不明白？这就是告诉我们三姐今晚要被押往州府了。哎呀，那怎么办？嗯，对，我们去下涧河劫他。对，我也去。等等，我也去。我和二哥走水路，你和罗斯仔你们走后面的山路。好，我们走山路。对，好，就这样。那我呢？你们两个明天在下涧河那个后山上来接应我们。走，好好走走，我们先走了。走吧。叔公，我们先走了啊！叔公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哎，你们要小心点啊！你们呀，今天晚上早点睡，明天一早啊去接应我们。哎，别忘了。
快跟上。快点，快点！念你在我父亲身边多年，我非把你扫地出门不可。大少爷，这怪得了我吗？不是小人无能，是这帮刁民太狡猾了。再说了，这森严的莫府衙门，那怎么什么事儿也包不住啊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一个堂堂的土司衙门，想办点什么事儿，怎么别人什么都知道啊？你是说，你是说，我莫府中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儿？哎呀，这不明摆着吗？如果莫府里没有人跟他们勾结在一起，坏我们莫府衙门的好事，那刘三姐能跑吗？这会是谁呢？是谁？大少爷还不清楚。那回我抓刘三姐和李天牛，他们俩在牢房里唱歌，我明明在外面把窗户堵上了，那是谁在外面给打开了呀？是啊，有这么一回事。那天我把刘三姐从岩洞里找出来，那黑灯瞎火的，除了我莫府的人，谁知道刘三姐是我们莫府抓来的呀？是啊，难道家丁里有？哎呀，家丁都跟我上路了，他就是想报信儿，他也没那功夫啊。不是家丁，那还有谁呢？嗯，你说的是武姨太？这个人太可疑了。老爷在世的时候，我就跟老爷说过。老爷怕抓不住他的把柄，传扬出去，好说不好听，怕别的土司笑话。他怕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吧？哎呦，大少爷，您别看他平时烧香念佛，他和刘二那一腿子始终没断过。和刘二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老爷在世的时候，我就跟你大少爷说过。武姨太年轻的时候就和刘二连了情啊，是老爷抢亲硬把她抢来做小婆。你说刘二和她同在一个寨子里，那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这种男女私情就是一辈子也断不了啊。哦，会有这等事也好，只要我再抓住他一个把柄，我就用家法处置他。那我就引刘二上钩。
黄水水又清，满山翠竹映碧水，风吹流水来早哎。